台湾有一串拥有惊人美味的平凡小店名单，正记猪脚饭绝对名列梦幻名单当中，曾经吸引很多店士来访，而且飘香50多年依然是门庭若市。卤到入味的猪脚，外皮闪闪发亮，加上软嫩的口感，是店中的招牌料理。而豆皮和卤蛋呢，则是扮演了很好的配角。卤到入味却不会过咸，有着画龙点睛的效果，搭配香浓卤汁很下饭哦。来到这里用餐呢，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东坡肉饭和虱目鱼肚饭同样也是很受到欢迎的。